花莲的阿美族，我叫安禄，很紧张，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。那大家不用记得我没有关系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228事件，好不好？带来这一首伟大的独立献给大家，谢谢。
谢谢。伟大的土地。我是原住民，然后我的部落发生了一件很大事情，几乎全台湾的原住民部落都有同样的问题，那就是土地的问题。那我们原住民要的不多，我们只想要过我们想要过的生活，我们只想要用我们的方式去生活。我们热爱大自然，我们热爱土地，更热爱台湾。我们了解海洋，我们了解山林，甚至动物什么时候生小孩我们都知道，甚至鱼群在哪里我们都知道，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热爱台湾，尤其是台湾这块土地。接下来我要唱我的创作叫《潜水高手》。我相信大家都很惧怕海边，因为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碰过海水，然后都很怕海水。其实海洋并不可怕，你只要熟悉它，跟它接触，你就会了解它这样子。带来这一首《潜水高手》献给大家，谢谢。
谢谢泉水高雄。再来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是要献给里面那个坐在里面的假人。他一直坐在那边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它拆掉。应该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再来这一首，我专辑里面唯一的中文歌叫《灵魂族了》，谢谢。我发现你的鞋子真的真的穿太厚，走路的样子还蛮像野兽，感觉一下土地的温柔，传达心中的那份感受。哎呀那云后夜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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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那云后夜呀。不知道为什么而生活，依然在现实中浑浊。你的样子还不够成气候，才能配上我的一点目光。鞋子真的真的穿太空，走路的样子还蛮像野兽，请你把脚踏实地踏在土地上的蜈蚣，感觉一下土地的温柔，传达心中的那份感受。我认同你的样子，我觉得还不够。哎呀那云后夜呀，哎呀什么而生活，依然在现实中困惑，你是否可以变得那么那么样的成熟，你的样子还不够成气候，才能配上我的一点五够，如果你够你的样子，我觉得还不够。哎呀那云后夜呀，哎呀那烟火夜呀，哎呀那烟火
谢。